么区，只要是返老还童的协会的话，你就马上会有欢呼声跟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听一下大家掌声的欢呼声。哇，对，在今天晚上呢，我觉得大家掌声和欢呼声一定要很大声，因为作为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部分，原本是要进入要开始咯，可他们讲不要，这个环节由我们中区15个练功场 OK， 总共有42位的助教教练准教练还有负责人将到台上来呈现一个表演送给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个庚子年的返家团圆迎新春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15个练功场的负责人助教教练以及准教练，音乐响起，大家掌声欢呼声给他们吧。美女美少女美少女，想站起来跳就跳吧，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，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，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，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，一起拥抱这世界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
我跟你讲啊，他们永远不敢相信他们今天可以穿这身的服装在台上跳着这个舞蹈，这个是真的是为大家而跳的哈。